自古以来，为善最强，仁者无敌，仁者最善。现在社会最缺欠的是什么？爱心。所以，只要你有足够的爱心，你没有不能完成的事。只要你有足够的爱心，绝对没有赶不动的人。希望徒儿共同培养一颗充满力量、充满光明的爱心，去造福人群，去照耀这黑暗的末日。人都知道，都感叹社会黑暗，但是没有人肯去为黑暗的社会点亮一盏灯，照耀社会。所以你们只知道叹世，叹世不如救世。你就是必须要设法点一盏灯，照见你自己，也照亮别人，这叫做救世。记住，当你遇到困难，不要坐着感叹，要赶快站起来解决。敏而有功，不要耽误时光，感叹只是徒增困扰。